侯友宜大进场，支持者簇拥害翻了。始终躲在侯友宜后头的，就是首度露面的太太任美玲。一路小鸟依人跟在侯友宜后面，但他才是侯友宜最大靠山。拼咱新北市的好日子，大家看好好。侯友宜喊口号，任美玲跟着喊，从来没有曝光后，网络上甚至找不到任何照片。低调的牵手，选择在侯友宜首度参选就拿下新北市长宝座的这一天现身。我真的非常谢谢罗太太。我38年来，他从来没有站在一个公众的场合。他今天，不好意思，为了这个价值，因为我们的市民的支持，那个价值，我们选赢了。我太太跟我家人的坚持，你们给我的鼓励，证明我们的选举只用台湾心、干部的心买单，你还打工对不对？三度提到太太，侯友宜讲话时，任美玲的眼里只有铁汉，始终深情望着侯友宜，两人多次紧握双手，感情相当好。容许我跟我太太再给各位深深的一鞠躬。深深的一鞠躬，夫妻俩一起打了胜仗。任美玲不多话，但却是侯友宜最大支持，温柔的力量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谢谢。谢谢黄明俊家园，安小组新北报道。